看你弄了啥个鱼，我给你带个兜里拿个鱼养嘛。我这个菜呢，也有。这个是种在那个些是吧？我不会。等我们烤鸭来吃，好，这个，哈哈，好，今天弄一个木炭烤鸭来吃，把那个鸭子给它盖上烤。鸭屁股不要，鸭脚跟翅膀都给它摘了。 把鸭肉腌起，放老姜、放葱、花椒、生花椒、胡椒粉、蚝油、黄酒、豆瓣酱、黄豆酱、生抽、一勺盐巴，把它和匀。用一个竹签签儿给它铺点小洞洞，让它更入味。 看着都好香呀！那个邯郸非常好吃，天哪，那个超级香，真的，那个皮子真的是超级香。 我刚刚煮烤的差不多有一两个小时了，所以烤那些呀，一定要有非常大的耐心，不然它会烤糊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文姐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！
大家好，我是文杰。天气转凉了，我们今天做牛肉干来吃吧。我们先把这个牛肉切成长条，先横着切一刀，再沿着它的那个纤维，就是切厚片，然后我们再改刀。切竖条，切厚一点。手撕牛肉干一定要沿着它的纤维给它切竖条，这样撕下来吃的话就特别的巴适。现在准备腌制牛肉，放这个老姜、香菜、葱，放一勺盐、生抽、少许的老抽、白糖提鲜、十三香、胡椒粉、料酒，用你可爱的小手把它和匀。我们给它腌制两个小时。等我们现在去砍一根竹子，待会儿大家就知道可以用来干什么了。这尺寸真的是刚刚好。现在把这个牛肉给放上去蒸，因为只有蒸出来的牛肉的话，它才可以保持它的原味，这样的话就更香。现在准备下油锅炸牛肉，倒菜籽油，把牛肉炸干炸透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芝麻、孜然、花椒粉、辣椒面，再来拌一点五香的芝麻、五香粉，我来给大家尝一下手撕牛肉干。先尝一下麻辣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撕的牛肉干哈，哇哦，这个在凉透之后的话，那个牛肉的味道会更浓郁，可以当饭后小零食。
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，下次还要做多一点，把它放在那个真空袋里面储存起来，可以吃很久的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，我是文杰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啦，记得关注我哟。